写日记之元东子高中文化祭 AP 申报送。莉莉丝呢，今天正忙着摆摊买本，所以请我来当我的代班小心灵。希望莉莉丝今天玩得开心哦，再回归。然后本家谢我。今天现场真的来了好多人，好热闹。我闻到了爱，你是谁啊？我就是 BL 之神。今天不是你的主场了，还有我毕业大神毕业大神，那我们就好棒棒。对，好啊，不然你来主持啊。好啊。接下来就是各位同学期待已久的舞台时间了。首先登场的是我们飞云冰淇淋。然后呢？就这样。就这样。好了。飞云冰淇淋呢，他们早上其实还有另外一场表演，特别为了元东四高中的文化祭火速赶回台北，辛苦他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飞云冰淇淋家。回来各位同学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元东四高中的文化祭。文化祭，对，没错，来到期待的舞台表演时间了，真的吗？我最期待了，我最期待了。OK， 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带领大家回味你们高中生的那个非常青春热血的生活，对的毕业生活。所以呢，大家都知道的毕业生活。没有。大家都知道我们原来高中就是以谣言社为主的一个音乐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马上就要带来第一首歌，就是要让大家温习一下那个摇滚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刚刚坐了很久，等了很久，觉得好无聊，赶快站起来，前面冷静嘛，站起来跟着一